复仇的甜美滋味。 我的名字是拉克达南，我受到了诅咒。 我握着利刃刺穿他黑暗而腐坏的心脏时，这份敬爱也分毫未减。黑暗深渊在等待着你。
我需要回去一趟。继续执行我的任务吧。你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告诉我，什么风把你吹来这人间炼狱？我必须杀了骷髅武。看来我们的目标一致。邪教徒拖着我经过这个发光的大洞，这是什么？往这走，我的武器就在那。他脱困了，别让。我是寇马可。圣堂骑士团的战士，如果你在寻找骷髅王，那么你必须先闯过裘达这关。我们没有理由不携手合作。我习惯独来独往，但我愿意为你这样的战士破例。向这种邪教屈服，请原谅我，我被真神教的邪恶魔法蒙蔽了。背叛是无法赦免的罪。谢谢你的鼎力相助，我会与你一起踏上击溃骷髅王的旅程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如果我们在途中找到任何骑士团的神圣典籍，都必须交给我。很好，我不。那么我们出发吧，与骷髅王。今日要与谁一战？英雄所见略同。受死吧，败类！
迎战顽强的敌手。这复仇的甜味再多找几个吧。尝尝我的愤怒吧。是小试牛刀而已，一切都是拜拉萨雷兹所赐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他用邪恶的黑暗魔法蒙蔽吴王，使其对他言听计从，逐日灌输魏司马渠即将兵临城下的妄想，不敢与大主教对峙的议员们默然同意出兵，派我们前去赴死。从魏司马区惨败归国时，我们敬爱的君王已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他怒火中烧，疯狂咒骂，视我们为叛国贼。我怀着满心哀痛，一剑刺死了他。是小试牛刀而已，尝尝我的厉害吗？
是小试牛刀而已。是小试牛刀而已。小试牛刀而已。他给你这份祝福，不怕死的活人，你竟敢呼着生命的气息踏进我的陵墓！地狱妖邪，我们要宰了你！我们才刚抵达崔斯特姆，而我不得不说，我实在有点失望。这个偏僻的地方只有穷苦的农奴和一座残破古老的修道院，根本配不上活着堂堂的坎德拉斯之王。我无法理解为何拉萨里兹坚持要选定这里作为我们全新的权力中枢。
你曾经在战斗中感到害怕吗？就算有，我的恐惧也被浑浊郁闷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家的庄园。不过小雅贝奇特似乎很喜欢我们的新家，或许我只是因为最近天气的变化才心神不宁而已。你们永远别想打倒我。当你向疯狂屈服的时候，就注定败亡了。特的萨卡兰姆大祭司宣告里奥瑞克为坎德拉斯之王，至今已经快三十。终于到坑底了。原来就是你从天使，你记得你是谁？我不是黑暗。或许迪卡凯恩。我一路跋涉，寻找陨落流星的力量源头，却发现陨星只是个男子。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到来。也许凯恩能查明真相。我挖到了，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帮你找来这些好东西啊。我在陷坑的中心找到凡人，我应该是个你带来的消息。